黄姐姐、小可姐姐、小薇姐姐、玉石老师、徐有斌、徐爷爷，和他们一起进入充满想象力的故事世界吧。故事发生在东海岸的温家楼。哦哦，白雪不见了。好，那怎么办？神奇的事就发生了，小胖展开了他的减肥大作战。嗯，故事的内容真的非常感人哦。五分钟好故事，星期五上午9:30或另外两个时段 ，Astro 小太阳与 Astro Go。